为着迎接来自各地庞大的信众，在庄头大庙开元宫的北边，有农民提供大片的土地，举办吃饭摊的活动。地方出动众多的工作人员进行征地、铺设等筹备的工作。主办以及协办的单位人员前往巡视。每年的迄个吃饭摊吼，啊，五年一度，阮本村拢爱主办啦。啊，场所阮是拢坐甲村民争取了四五家当来咧使用场所啦。吼，啊，米是拢头七百几户，一户拢爱基本到四斗，吼，安来之后够供应这数十万人的迄个乡啊。吃饭摊活动由来，因为早期的医学无够发达，民众破病死亡严重，为着要消灾辟邪。地方开始举办绕境吃饭摊，祈求平安，民俗流传百年。啊，吃饭摊有一个好处，就是讲，这个饭摊区咧，啊，所有在饭摊话，这几十年来咧，由咱这条做政府吼，诶，农粮署所提供的一寡米吼、米粮吼，啊来赞助咱这个吃饭摊区的这个村边吼，啊，好意思煮饭摊出来时吼，哦，咱这个神仙大家大家吃平安安尼吼。马明山镇南宫吃饭摊活动。甲台北平溪放天灯、台南咸水风炮，号称是台湾元宵节的三大庙会活动。今年元宵节拄啊好是拄到周休假日，地方欢迎民众前来佚佗。正月十五迄天呢，啊，场面呢非常的大哈，啊，希望咱全国各界呢，啊，一挂神仙台灯呢，能共同吼来参与，吼，共沐神恩哈。元宵节的灯光透早，除了五年千岁绕境吉安以外，主办单位更是安排艺人表演，以及一连串精彩的节目。下晡两点开始举行吃饭摊的活动，主办单位欢迎大家前来共享盛举，盛况可期。记者黄龙宽采访报道。